你好，弟弟。你好，弟弟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张瑞琳。张瑞琳，对不对？月。哦，张月琳 ，OK。那小名叫玲玲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你看我聪明吧？聪明。我一猜就猜出来了，而且我猜啊，你肯定大概是五岁。四岁，六岁，对，我就知道嘛，对，四五六总得有一个是对的，而且我猜你是2007年还是2008年出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那算了，我猜错了，好吧，好吧，你在哪个幼儿园？我在万里城实验幼儿园。好的，在中班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我又猜对了。班级里你最佩服谁？佩服，马新元。为什么佩服他呢？就是他长得很漂亮，很帅。哦，那到底是漂亮还是帅呢？因为漂亮是说女孩的，帅是说男孩的。漂亮是说女孩的，帅就是男孩的。两个不同，换一个。哦，换一个，好，那你换一个。换一个，蔡岳文也可以。蔡岳文怎么了？蔡岳文啊。跟我牵手，幼儿园跟我牵手，老师叫我练排队，老师叫我踏步，蔡岳文就很漂亮。老师已经牵扯到牵手这个话题了。对啊。你们牵了手干嘛呢？牵手啊，就是老师退兵，就是女孩子一排，男孩子一排。我到蔡岳文就跟他牵手。漂亮，我多虑了。其实我知道了，其实你们有两排，一排男生一排女生，大家手拉手可以出去玩的时候互相保护，对不对？对。是我们男孩子应不应该保护女孩？要男子汉才可以保护女孩。是，所以你是不是男子汉？是。所以你应该保护蔡岳文。漂亮，好吧，你们是好朋友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们好在哪里？就是我的好叫心里。你心里有什么好呢？就是我跟他一起到小花园玩，我跟他一起上学。好的，那你们在小花园里玩聊些什么呢？聊些啊，捕鱼大挑战，植物大战僵尸怎么玩，还有抓鱼怎么玩。你跟一个女孩聊植物大战僵尸啊？对。你是故意让她害怕是吧？不是，植物大战僵尸她不害怕。现在女孩都那么生猛的。生猛啊，他生猛不行吧？好吧，那我就觉得奇了怪了，你们现在这个班级怎么可以聊植物大战僵尸呢？你玩得懂吗？你我玩得懂。还有一个高手教我玩到十一关了。哪个高手教你玩到十一关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没给我说名字。这个高手是在网络上教你的吗？不是。他在《植物大战僵尸二》里面教我的。这个是什么音乐？《植物大战僵尸》音乐。你觉得小朋友应该玩《植物大战僵尸》吗？应该。好吧，好，你一天玩多少时间呢？一天玩半个小时。哦，那我觉得差不多 ，OK 了，还不错了，好吧。好，那除了你跟那个什么文呢？什么韵文啊？蔡岳文。哦，蔡岳文玩，聊，互相聊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还聊一些什么？还聊一些捕鱼怎么捕。哦，也是网络游戏捕鱼。对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抓鱼怎么抓？哦，你们有没有聊聊其他的？有啊。有没有聊聊天气啊？有，我看过天气预报。好吧，然后呢？然后我看过，植物大战僵尸怎么玩。这个了，浪费了了。然后我看过电视台，建伟叔叔，你跟小朋友好多人讲话。你觉得我烦吗？不烦。不太好了，好。你哪天觉得烦的时候写封信告诉我啊，那我就收声不说话了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我的表现还可以吗？还可以。如果100分的话，你给我几分呢？100分。哦，那是给我面子。我觉得你今天到目前为止表现非常好，我们继续聊话题好不好？你对于什么样的话题你比较感兴趣？植物大战。不要讲植物大战僵尸了。他们做小鸟的黄色有关于好多问题。哎，兄弟，你除了这个游戏就没得可聊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还有。我们聊聊人生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你知道什么叫人生？人生啊，就是。不要讲那个了，不要讲那个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吧，人生就是你以后长大会有很多理想，
你有理想吗？有。你什么样的理想你有？你告诉我一下。我有理想是，我可以玩放牧小鸟，可以玩，《植物大战僵尸三》。不对，是《植物大战僵尸十万》。好吧，那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给我看一下？有。说。有唱歌。好，请站起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向着月爱摘你的荷塘。等等等等，你这个唱歌和游戏也搞不清楚了，也一样，还跟鱼儿有关系，因为捕鱼捕多了是吗？嗯。但唱得很好听，再来一遍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向着月爱摘你的荷塘，给我尝尽甜品的荷塘，用过的四季荷花你的香。好了。人家这要一个段落是四句，你非但只唱了三句，而且当中一句是还是唱错的，我觉得你还是早点回去玩植物大战僵尸吧，好吗？好，祝你今天玩得开心。是的。拜拜。拜拜，金伟叔叔。拜了。